你不观战大哥都不知道大哥会做出什么骚操作。没错，我在天赋又遇大哥，这次的大哥有人性，因为一个动作在决赛圈烂机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当我观战到了大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海边练枪了，接着又展现了自己的弹跳能力。哎呦我去，奇怪，这么强的大哥怎么会烂机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当时大哥无聊飞到巨港，随手击倒玩家后并没有及时补，而是准备调戏他，然后就看到了这一幕。只见玩家苦苦哀求，连续做出了多个求饶动作，熟练的让人心疼。很明显大哥也有些心软了，接着就看他飞上了万米高空。画面一转，又在野区遇到了刚刚这名小可爱，大哥认了他的这套动作，也是没有动手，出来后继续上线找人。一直到场上只剩下刚刚那名小可爱后，大哥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。只见大哥翻窗而出，包里掏出了一个820的手雷。什么情况？原来大哥准备自杀烂机啊。果然还是遇强则强，所以下次遇到大哥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嘿嘿，不